迎来到我的娃娃机店塔夹布列岛，在西门町的台北市万华区武昌街二段120巷2号，在电影公园旁边，来跟你们介绍我们的娃娃机多厉害。一到入口呢，就是有一个日本鸟居的造景。那我们这个主题就是以日本为风格，让你一秒来到日本。这里的店员呢，就是都会穿着和服。如果你有在夹的过程当中觉得没有那么好夹的话，就一定要呼唤穿和服的朋友。因为前阵子我做了一个企划，就是走访全台的娃娃机店，然后就集结了所有人的优点，然后我希望让所有人夹娃娃都会觉得很开心、很快乐，且夹到很多带回家。有时候它有一些技巧啊，然后之后我们也会拍影片教大家，就是不同的包装我们要怎么夹比较容易夹到。我们时不时呢都会举办活动跟抽奖，像是每一个礼拜都会有街头艺人来表演啊，甚至有非常多的奖品抽。我们6月11号就准备抽出 Switch 大奖，然后6月18要抽日本双人来回机票，准备了超多大奖给大家的。重点呢就是大家会想说啊，那个大奖到底抽不抽得到？我跟你讲，完全不作假。日常我们也有准备一些奖项给大家，就是你只要夹满一车，我们有这个推车，夹满一车呢就可以抽我身后的这些东西。我们奖品都准备好了，大放送给大家，好不好？就是快点来玩吧，来到塔夹布列岛玩。我们就是也提供了免费和服的一个体验，这边有男生的衣服，每一件都独一无二的，然后还有女生的衣服。那因为有一些爸爸妈妈会带小朋友来玩，那我们也准备了小朋友的日式和服，超可爱，然后还有女生的也很可爱，各式各样各个颜色都可以。之后我们旁边也会有一个日本造景区，就是会有樱花树，然后还有御守牌可以写，就让你不用坐飞机也能来到日本。那我们有非常多的机台，大家也可以来这里玩，来这里高高兴兴的夹回家。加入来这边就会发现啊，墙壁上有非常多可爱的人物。塔夹布列岛上面呢有8只可爱的动物居民等你来探索。像在我后面的这一只呢就是火火，这一只是风风，他们两个是狐狸情侣。那我们的人物呢之后也会做一系列的赖贴图，还有卡通角色人物介绍，然后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活生生的这几个人物之间所发生的有趣故事哦。那我们的营业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12点。那重点是我们都会有店员，所以真的不要害羞。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怎么好像都夹不到，还是一开始你夹就想要请他们摆台，他们都会非常乐意哦，欢迎你来玩。